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十几年前的一盘棋啊，再看看一个也是一个精彩的自孤的这个棋力啊，棋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盘。这盘棋是05年啊，05年在第18届中国名人战啊，这个挑战者决定赛的一场比赛。第三局啊，最后一局就是说谁赢谁获得挑战权。这个对阵的双方呢是执黑的罗喜和和于斌啊，执白的是于斌。那么于斌老师当年呢也是这个是棋坛的悍将啊，特别是以这个擅长取地啊，就是说呢自孤呢建长啊，建长。那么这盘棋呢倒是啊一看啊，这个就是说典型的一个啊直白的于斌老师取地啊，黑棋取士的这个格局啊，势必肯定会形成呢一个这个攻击与自孤的啊一场对抗。但这个地方啊，这个故事啊是从哪里讲起呢啊，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右下的这个棋形啊。在05年虽然也有这个网络了啊，但是呢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这个那么呢当时啊，后来棋谱是我印象中啊，似乎还是靠电脑传。当时啊，传这个棋谱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形状啊是怎么下出来的啊，这么下出来的这个棋形。但是看了以后啊，棋谱传出来呢是变成这样啊，这变成呢，哎，黑棋打吃，白棋断一个。这个就太奇怪了，是吧？那么所以当时啊，这个很多高手啊，这种在国家这个后方研究开始啊，这肯定是走错了啊，肯定是白棋搬了以后啊，再行棋，那么呢轮到呢黑棋补一个啊，才会形成呢这样的形状啊，这样的形状。这个因为棋谱有时候出错呢也是难免，包括一直到现在啊，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呢都没完全解决。这样的话呢才是正常的一个啊思路，是吧？是不知道以前什么时候啊，白棋搬一下适应手或者引针呢有关系啊等等啊，那么现在轮到黑棋下呢，干脆呢补干净啊，这样是对的。当然了，这个毕竟只是猜测嘛。那么事后呢，就要问一下这个本人。那么在这里最后啊，这个对局者确认这个棋的行棋次序是黑棋打吃，白棋断。这个大家就是实在是让人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这个是，哎，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吧？那我们呢要来，解读一下啊，解读一下。黑棋吃在这呢，还能呢，大家还能理解，就是因为黑棋补棋的方法确实是呢有很多，比如说啊，我们常说的跳一个一类。但是呢，由于没有把这个子啊吃得干净。啊，那么以后由于这有力啊，或者说靠一靠种种的借用，上面也有这个一些的借用啊，这个呢，好坏呢在难讲。作为黑棋罗喜和来讲，我干脆实实在在的把你吃掉，让你一点借用都没有。哎，这个呢是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白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这个完全似乎真是有点看不懂了。那么这个于斌老师啊，事后呢也肯定大家要问啊，那么事后呢可能他呢也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啊这个解释，就说我们知道啊，他说
到了棋盘上啊，只要是棋子啊没有被对方提起来，不像这样，这个子是被提起来了啊，这里本来是这个，那么呢你呢就应该还是尽量去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说呢它呢就有一定的作用啊。如这个子好像提不提是无所谓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在高手的眼里，只要它是在这里就还是有它的作用啊。就是说每一颗子都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俗话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少，是吧。那么于斌老师他也是可能受此启发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在这里不知道这个茫茫大海一样啊，不知道从何选点，那么似乎在这个黑棋的茫茫大海中，这一颗子就有如一盏明灯啊，犹如一盏明灯啊。这个所以白棋现在断，这个就有了这个构思啊，非常的这个奇特啊，所以说也是可以说是不敢说是就是说一部妙手，也不敢说是一部好棋，但是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非常独特的一手啊，这个思路。他就说我断一下啊，我跟着这盏明灯我断一下，我是看一看你黑棋从哪边来打吃，就你从这边打吃，反正你不管从哪边打吃我都要跑，是吧，你呢为了干净的总是要提掉，那么我朝这个方向呢，就有了个别的子粒，我呢就往这里开始倾斜。那么如果你打这边我还藏这边啊，你总是要提掉啊干净，那么呢我这里有了子粒以后呢，我可能就不这么深入了，我在中间啊开始来倾斜，就有了接应啊。这个呢确实是一部独特的构思啊，构思当然这个是一般人是不会想到的啊，但是这个呢也给我们就是对以后破空自孤啊开启了一条思路，就是说呢当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啊，尽量呢能把自己已有的子啊的作用啊，或者是最后的余温啊，让它发挥出来。所以这不断啊，可以说是这个这盘棋啊，这个白棋自孤开始的这个精华啊，精华。这部棋是这盘棋的是精华，大家呢可能爱好者就是说呢一时难以体会啊，但是呢去慢慢的品会一下这部棋，可以说是值得大家这个久久的回味啊。那么一段，现在黑棋选择了打吃，白棋当然长，是吧，黑棋提啊，这是必然的。那么有了你既然从这边打吃了，我往这边长，这边有了子粒接应以后呢，白棋就开始从这边进来破黑棋空啊，破黑棋空。至少呢，白棋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啊，白棋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啊。如果品棋的话啊，品味的话呢，那么我们话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说了，打这边的白棋削那边，打这边白棋削这边，那么黑棋也有没有可能我干脆什么都不打呢，让你还不知道从这边中间来还是从这边来啊。这个呢倒是也是一个反问啊，反问你问我这个我反问你一下，这个呢也是一个有趣的啊着想。但是不管如何呢，白棋这两个交换呢应该是不会亏的啊，毕竟多了个子啊，说不定在这里什么争子就起到作用了。这个呢也是，当然呢这个棋也并不能就是因为说这个啊有什么问题，只是呢高手勾心斗角啊，这个确实是这个的思路，我们呢要把它啊搞明白。那么正了以后呢，这个棋其实当然还是非常的难讲啊，非常难讲。
那么接下来这步棋，我觉得啊，这个黑棋啊有点操之过急了。喜和当，罗喜和当年也是年轻气盛啊，不过呢，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啊，应该对他来说是正值状态最佳的啊。当年他战胜了李昌镐啊，获得了这个三星杯的冠军，也是第一位在决赛中啊战胜李昌镐的外国棋手，可以说是掀起了中国，揭开了啊中国棋坛最黑暗的，就是说过去了啊，就是说第一缕太阳升起。那么这个赵呢，有点还是有点稍微有点这个冲动了啊，冲动了。那么从事后来看啊，这个棋呢，黑棋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硬啊。当然有时候你我硬在哪边，硬在哪边啊？当然这时候啊，黑棋不是以守空为主了，是吧？都白棋是比较深入了，白棋的实力很多，黑棋以杀棋为主。那么杀棋为主呢，可能现在呢就是补啊，补在哪一边？相比这两边来说呢，黑棋总是先把自己相对弱的一边补住啊。其实这个棋呢，我看就是冷静的啊补一个，因为这个地方啊，白棋有子，这个下来以后啊，这里有好多接应，接应是吧？有很多余位，而这边相对来说呢，啊，这个都是提干净的，很厚实，所以说呢，啊，这个可以考虑先把自己相对弱的一方补住啊，而且呢，老老实实补住呢。不给白棋呢，尽量不给白棋啊，以借用啊，以借用。那么呢，这样白棋啊，如果说自己去摆两个眼，总是很困难的啊，总是很困难的。那么这样白棋啊，怎么活啊？当然都是个未知数啊。不过从这个概率上来说呢，就是黑棋这个肯定比这个呢要好一点。这个直线去追杀，我们都知道，高手之间要吃掉对方一块棋，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个呢，确实是，有点冲动了。那么白棋当然贴，黑棋搬啊，这时候呢，白棋在靠。这个呢，相对呢是有一些这个必然啊。由于接下来这个虎又是明显的好点，是吧？虎又是明显的好点，白棋呢肯定是黑棋，不想让白棋啊把这个形状走好，白棋，那么黑棋肯定呢要长啊。那么现在呢，走的就有点。我们俗称的一本道啊，双方都有点必然了。但是呢，杀一块棋啊，总是很难的，很难的。虽然看上去是有这么多子啊，因为白棋它在这里呢有腾挪的这个手段啊，同时呢，白棋注意，我们虽然说了，因为它来破你的空呢，它是可弃可举的啊，随时呢有可能弃子转身。这个呢，作为攻杀棋的一方呢，总是难度呢比较大的。那么白棋现在加啊，现在加，这个肯定不能被吃啊，这个利是绝对的要点啊。然后呢，白棋拉出来，黑棋退，这都是必然的啊，黑棋退这都是必然的。现在普通白棋拐的话，黑棋就退，是吧？你这样首先呢不太好吃这两个子啊，你走这个呢，他拐这个啊，你吃不到，对吧？你拐他就冲，走这边呢更没用了啊。你去活脚呢，他就算补啊，你这个呢暂时呢活不了。如果只是打劫活呢，打劫活都不见得活得了啊，这个暂时呢没有看不出活路来。不过对此呢，这个直白的于斌老师啊，在这里啊，形成这样这个局面以后呢，心中啊
已经呢有了很好的计谋啊。由于黑棋啊发力过猛，那么白棋在这呢准备了很好的后续的自孤的手段啊，简直后面呢就成了白棋一个人的表演。那么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时候白棋啊没有走出我们看似普通的这个拐啊，没有走我们看似普通的拐，而是呢直接小尖。普通来说这个形状有点奇怪，黑棋当然要硬，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呢再一断，哎，棋逢断处生啊，这个子好像是不能被我吃掉吧啊，被我吃掉，这个往中间也跑了，这里以后一藏是吧，这个眼位就都出来了。那么呢黑棋也只有退，这时候白棋哎再一爬，这样呢啊白棋啊已经就是说可以说是胸有成竹了啊，可以说自顾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剩下我想啊应该都是在白棋的啊这个掌握之中，白棋掌握之中，应该就是说白棋已经呢这个都算清了，而当初的这个哎也起到了这个哎接应的作用啊，终于让它发挥了这个作用啊，当初的这个棋。那么爬了以后呢黑棋已经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是 B3 两场你走别的松着走都不行啊，这两个子是这样被吃了，肯定是白棋是活大了啊，活大了。那么你搬这个呢它就这个简单的粘上，这个地方呢已经很难收拾，这两个子也本身也跑不掉了啊，那么黑棋就只有冲，白棋断啊，这个就是说没有，属于是双方都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那么黑棋这时候呢搬一个啊，搬一个，白棋叫吃完了再打吃，再打吃啊！这时候黑棋看也没法退让啊，是吧？如果退让还不能提，因为提的话呢，他还要给你打上去。打劫是不可能的啊，打劫是不可能的。那么呢，只能藏。那这样呢，白棋已经可以吃掉了啊，吃掉。黑棋拐呢白棋就吃掉啊，就唬住也行，打这个啊也可以。那么这个还不和提相比呢，这里还留下许多余，对的，这样呢被白棋活了，活的还是太大了啊，即使你这个黑棋再去围啊，白棋不进来的话就在这边削一削，这个好像黑棋实地啊也不够了啊，而且这个中间啊这里总是还有好多怪味道，收起关来这个以后一靠啊，这个地方一靠啊，这个还是比较讨厌，这样怎么的呢黑棋啊还是不够了啊，已经不够了，这个主要被他活的还是太大了，所以黑棋这时候也不能让白棋轻易活，还是得必须呢哎咬着牙这个让这个来吃白棋。那么黑棋要吃白棋，两个子不能丢的话呢就只有滚打啊，滚打。当然有的哎大家要是看这个滚打还是挺有力的嘛，这个滚打第一这一打呢把白棋的这个眼位啊给打掉了啊，打掉了。然后呢我再一爬哎在这个角上白棋还可以把这一串白棋啊给吃掉啊，这个还是不是有不少收获嘛啊，
因为你这个地方去拐的话我就爬，是吧？你立呢我就挡，这个气不够。你搬呢，哎，这个大头鬼，这个是很常用的这个手劲啊，常用的手劲，这样的用的，这样不还是挺好的吗？那么外面啊，这个白棋不还是没活吗？啊，这个黑棋呢也这么想。那么下面啊，接下来这一步啊，于斌老师呢又教给我们一个教科书般的手劲，教科书般的手劲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说就是说呢，彻底啊，就是说自顾呢成功，啊，彻底自顾成功。这个时候呢，首先啊，不要看有个常用的，哎，一看，哎，这里可以，哎，加滚打，哎，舒服。这个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确实是不错的啊，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呢，这个走这个眼位呢并不明确，那么黑棋就被你滚打，是吧？我就被你滚打又怎么了？那么你这个回头还要粘上呢啊，这个他就跳啊，这个地方呢等于还是只留下一只后手眼，这个中间啊能不能活啊，或者说走出一个先手眼来，这个不知道啊，甚至于他说凶一点还可以点到这，这个呢还不能说完全呢确定呢就活了啊，就活了，这个呢不是太好啊，舒服但是效果不见得好。那么还有一种，哎，他那我就滚打，哎，再跳啊，这个也是常用的。不过呢，黑棋就算这样，如果他一门心思来杀你的话啊，这个打吃算你先手啊，他就一门心思来杀你的话，这个白棋能不能活啊，确实呢也是个问题啊，也是个问题，也不能说呢，哎，这个自顾成功。那么再来花哨一点，哎，打这个，但这样呢也没有什么用啊，也没有什么用啊，你再加它就粘，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呢，黑棋就藏出来啊，不足。这个白棋呢，还眼位呢。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充分啊，还是有很多看不清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些变化，或者说大家在电视机前思考的时候，那么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如果您能看出这个经典的手经啊，经典的手经的话呢，教科我想您大概至少有业余啊四段以上，或者业余五段的这个实力。那么下面我们来跟于斌老师啊学习一下这一个啊教科书般的手劲在哪里。段，哎，好棋，这一段这个是黑棋啊动弹不得啊，动弹不得。黑棋不想让白棋把这个子拔起来啊，这个一拔起来肯定就是说活了啊，那么呢黑棋等于就只有藏这个，只有藏这个啊，你不能打，打这一打就接不上，是吧？你要补这边也不行，他一打你还没法跑，那么呢你要想把这个子不给白棋吃掉，那么就只有呢藏这个，这样在白棋呢在施展滚包之际啊，哎，再打这个，这样呢就不一样啊，因为通过这个段，如果你先把这边都走掉啊，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啊，这个打成这样你再断的话呢，那它显然就不会去藏去吃啊，不会走中，因为你以后就算吃提，这个还是个假眼，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显然接下来还有什么，哎，顶的这个借用，这样呢出去的话，这个眼型啊就丰富多了啊。不要小看就这么一个便宜啊，那么对整体的这个帮助啊还是非常的大的啊，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一看，黑棋还是不肯轻易被人家哎这个滚包，那么还是呢选择拐。那么这样的话，哎，白棋再一打吃啊，这个完全是哎教科书一样，这个是经典的这个自顾啊，这个手法实在是潇洒又漂亮啊，还实用。这个时候然后再一扳啊，一扳。当然如果是要追求完美的话呢，你可以打这个啊，但是他如果提呢，那我再提，再粘上哦，这两个呢先不交换，更有余味。但是呢，有些事情不能做得太过分啊，做得太过分了的话，说不定黑棋急了啊，他可以这个本来是经典手筋的，但是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打劫，白棋没有劫财啊，没有劫财，这个有时候就是玩得太花了啊。那么所以现在呢，白棋干脆先搬啊，但如果有劫财的话，那是这个就是更加完美了啊，更加完美。那么先在搬，哎，然后叫吃，提啊，再粘上。这个不要去压啊，这个压单是先手啊，但是呢你再补的话呢，这个就不便宜啊，因为这个打吃本来就是有先手位的，那以后根据情况还是啊，就像这个一样，还是有这种搂打啊来自估的这个可能性啊，可能性。那么这样逃出去以后，完美的逃出去以后啊，那么这个棋呢，白棋啊出头就变得比较畅了啊，这里还打吃还是先手，同时呢在这个底下啊，本来是个后手眼的，现在呢变成了有一个先手眼啊，因为一虎是个先手眼，你不走呢我一走就活了啊，你要走这个呢，反正我已经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先手眼，那么这个头呢也出畅了，这个呢可以说白棋啊宣告这个自顾成功。接下来黑棋点啊，这个后面呢我们就暂时不管它了啊，这个黑棋点已经宣告呢，这个就是说放弃了对白棋的进攻。那么白棋成功的把黑棋模样破了以后，当初捞的实地就显示作用了啊，这个是白棋一盘经典的自顾的棋，最终呢白棋也是通过自顾啊取得了这个优势，最终呢获得了胜利。那么这盘棋啊，除了这个后面白棋这一串漂亮的经典的这个手筋以外，最值得大家啊回忆的啊品味的，还是当初第一步这个段啊，这个段，不能说它好坏啊，也不能说它就是好棋，但是呢这种思路啊，这个思路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啊，或许原来我们您根本就没有这个思路，那么看完这个题以后呢，希望啊在你在自估的时候呢能够多出一种思路，就是把每一个石子尽量呢发挥它的作用。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得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